很多男生其实呢会想要用照片来修饰自己的身高，但是这次裤子完全不修图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叫做长腿神裤。它是非常适合现在一般上班族真的想要去穿微正装的人很适合的。那当然休闲也很适合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它的微弹让你坐在办公室的时候你会非常舒服。所谓的微弹是什么？因为它有一种加压式的微弹，它会撑住之后让你有这种加压的感觉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它不是一般的裤子，它是有一点功能性的裤子，上宽下窄的版型。这件事情就是它长腿神器因为亚洲身形而调配出来的完美比例。好，那很多男生呢都很担心，哇，裤子啊便宜啊 CP 值不够，会不会口袋太浅？不会，你有没有发现到非常的深，束口弹性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穿起来非常舒适，那当然你还可以去有绑带可以去做调节。总共是五个颜色，五个尺寸，上班休闲或者是平常私服，它都一样可以让你非常好掌握的一条长腿神裤。